为了提倡万荣乡内排球运动风气，万荣乡公所首次举办了112年度排球联谊赛，邀请到万荣乡各部落族人还有卓西、秀林等热爱排球运动的族人共襄盛举。为了提倡万荣乡内排球运动风气，万荣乡公所首次办理112年度排球联谊赛的活动，邀请了万荣乡各部落族人以及卓西、秀林等热爱排球运动的族人共襄盛举。是有人在跟我提议说啊，这个排球一定要办，当初我们规划也是有啊，我们在规划，因为时间的太多的活动，一直安排到这个时候。乡长说，万荣乡热爱排球运动的族人非常多，近期也有族人向公所反映，希望能够办理排球相关的活动。于是公所就在圣诞节的前夕办理排球联谊赛，切磋球技，并且也见证十二月初才刚刚完工的活动中心。这个场地啊，有园民会补助啊，签了补助，花了100多万，103万啊，这个场地是新的。啊，也在办婚宴都没有办过啊，在十二月初的时候就完工，啊，到目前为止，第一个使用场地就是在场的各位。这次活动有社会男子组与社会女子组，总共有超过15支队伍来报名参加。虽然这天寒流第一天来报道，但是球员们非常专业的展现球技，透过球赛交流，互相取暖。记者高双双万荣乡采访报道。